代表我哋已经到达彩虹桥啦。咁其实佢系一个唔同颜色形成嘅彩虹栏杆。喺呢一大段嘅彩虹栏杆出面，可以睇到更多屯門嘅景色。我哋就喺空中影下相先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喺个屯門彩虹桥咧个位置都比较空旷嘅，有唔少嘅地方都系合适打卡嘅地方，但系打卡嗰时候就要注意一下暴晒啦。去完彩虹桥之后，我哋再上一段山路咧，再落山就会去到南地水塘噶啦。南地水塘系一个灌溉嘅水塘，喺嗰度啲水啦都几闷啦，咁都系值得打卡。行去嘅途中咧，继续可以睇到屯門啊等等嘅景色。眼前咧就系南地水塘啦。咁其实由彩虹桥去到南地水塘，只不过系一个钟松啲嘅路程。我哋再行一段车路，呢度落去就系南地水塘。咁喺南地水塘都有啲水倒影啦，俾大家欣赏影相下。喺度行起上嚟都几空旷神愈。咁之后我哋就会落到去南地轻铁站作为终点啦。我哋沿住一条路啦，去翻马路。咁之后咧就会去南地嗰边啦，咁就揾嘢食。喺度南地，大家咧系一个补给嘅好地方，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度食下嘢啦，之后先走噶。过埋呢段青山公路之后，我哋就到达轻铁南地站啦。咁我哋依次嘅行程呢就结束啦。我哋总括今次嘅行程。今次嘅行程可以喺短途啦，亦都轻松嘅情况下欣赏美丽嘅景色。包括成个屯門嘅景色同埋南地水塘嘅景色等等。而喺彩虹桥亦都系一个打卡嘅热门地方啦。毫无疑问，佢系一个 CP 值非常高嘅行山路线。要注意嘅系喺彩虹桥打卡嗰时候咧，就要注意一下暴晒啦。总括嚟讲，呢条路线都系适合一年四季去行嘅。最后啦，希望呢条影片可以带大家去香港远足郊游，亦都希望俾大家知道香港真系好靓噶。将来会发布更多行山路径介绍系列嘅影片，咁大家热切期待。
咁我喺度先同大家讲拜拜先啦，咁我哋下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